面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者疯狂掠夺、烧杀抢掠，昏庸腐败的封建统治者对外卑躬屈膝，签署了一张又一张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，对内却疯狂地滥施淫威，镇压了一批又一批为尊严而起的起义。人民呐喊，遭到屠杀；人民起义，遭到镇压。民族的尊严被蒙上了羞耻，祖国的河山被肆意践踏。黑暗中的人们，迷茫，求生存的百姓彷徨。就在人们迷茫彷徨的时候，孙中山的声音在苍茫的中国大地上回荡，震荡着每一个人的心房。我们是中国人，在今天应该要知道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步，要赶快想想法子，怎么样来挽救。那么，我们中国就还可以救，不然中国就要成为一个亡国灭种的地步，大家要警醒啊，警醒！